In the Klondike goldfields of the Yukon Territory of Canada, you have a man by the name of Travis Dolosky. He discovers something strange, some kind of creature. And she was only about a month old when she died. They estimate that she died around 30,000 years ago. Ernest Shackleton's long-lost ship Endurance is finally found. More than a century after it was trapped in polar ice and sank into the frigid waters of the Antarctic. Russian researchers have uncovered a well-preserved woolly mammoth on a remote Arctic isl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to find it still has liquid blood. Researchers in Canada may have stumbled across what they are calling a dinosaur mummy, one of the best preserved fossils ever. 过去的窃窃私语，通过凝固的瞬间在现在回响，但有时这些回声会变成无法解释的谜团。它是外星人、类人猿、史前生物有关。在广大的永久冻土层中，想想还有什么令人兴奋的发现？不过在这期探索号为大家整理了15个已经出土和现今的冰种发现，相信一定会惊讶到你。但在开始前，还请大家先点个赞并订阅探索号，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了。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冰冻的森林。Two geologists at UW-Milwaukee uncover an ancient forest of fossils in Antarctica. 密尔沃基大学的地质学家表示，他们很幸运地在2017年11月，在南极洲发现了这片古老的森林。在探索冰冷的南极时，他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化石深埋在冰和岩层中。这些化石可以追溯到 2.6 亿年前，揭示了远古南极并非是一片冰雪之地。What we're seeing here are the actual tree rings of this tree. 这挑战了南极洲贫瘠景观的概念。We found about half of the fossil forest on the entire continent of Antarctica. 让我告诉你，这些遗迹甚至比我们最近发现的最古老的恐龙骨头还要古老，就好像南极洲一直隐藏着一些非常酷的秘密。Until about 45 million years ago, the continent wasn't covered by ice. It in fact had forests and had animals living in them, much like other continents. 史前的完美。2007年，一位当地猎人和他的儿子，在西伯利亚的欧洲河沿岸有了意外的发现。他们发现的是一种史前生物的遗骸，这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惊。Oh my goodness! Yeah, oh my goodness! That's amazing! 它被称为努比亚，大约42000年前。这种生物被认为只有一个月大，当时它在现今巴黎地区活动。它有着皱巴巴的皮革般的皮肤和稀疏厚实的毛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猛犸象标本。不仅如此，科学家还从它的胃里发现了它母亲的乳汁和最后一餐的残留物。据推测，努比亚是在被困在河岸附近的泥浆中身亡的。现在，这只保存完好的猛犸象正在博物馆里公开展出。小鸟监狱，你准备好听一个温暖人心的同情故事了吗？这是一只小鸟，它发现自己被困在冬天冰冷的雪地里，它脆弱的脚被冻住了，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跑，最终看起来就像是认命了一样，只能静静地立在那里。但是当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的时候，一个善良的陌生人看到了这只可怜的小鸟，他用温柔的双手、善良的内心，小心翼翼地扒开雪块，把鸟儿从冰冷的监狱里解救出来。就在这时，由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灵魂的无私行为，获救的小鸟展开了翅膀，飞向了属于它的地方。在此，我也祝愿大家在陷入低谷的时候，能遇到愿意帮你一把的贵人，带你脱离泥沼。毕竟我们的人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冰冻的大脚，在科学界一切皆有可能，即使这意味着要保存一只古老的大脚。It's non-human. This is a non-human animal. This is not a human. 我觉得这是来自过去的爆炸。My father acquired the Bigfoot September 23rd, 1953. And when they acquired them, they were so immense. 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被珍藏了65年。虽然不能明确它是什么生物，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大的生物。浓密的毛发也达到了30厘米，
虽然起初一眼来看，它可能属于某种猩猩的类别，但可惜的是，我们能想到的，研究人员早就想到了，他们甚至测试了它的 DNA， 但与现今的任何动物毫无关联。有些人认为这是外星生物，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无论怎么猜测，这仍然是一个谜。被冻的松鼠。在记录一个下雪的早晨的宁静场景时，一位老妇人看到一条孤独的腿从她前面护栏的雪下伸出来，她感到很惊讶。Oh, what is this? Oh my goodness. Is that a squirrel's leg? Oh, poor little thing must have froze last night. Look at his leg. 出于好奇，她拨开了冰层，露出了一个冰冻的小松鼠。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当他意识到这个生物在这个看似安全的地方寻求庇护，却被无情的夜晚的寒冷所困时，他感受到了难过。毕竟这只松鼠被困在冰冻的雪地里，成为了动物们奔向自由的悲惨象征。它不是唯一的一只，更不是最后一只。失落的章节被重新发现。1914年，一位名叫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探险家乘坐坚忍号南极探险队起航，这个探险队在一个多世纪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南极冰冷的水域巡航时，坚忍号被困在厚厚的冰层中。最终于2022年，人们发现了坚忍号的残骸，它的整体保存得非常完好。这艘船的结构完好无损，它的油漆状况和复杂的细节，如舱口、楼梯、固定装置和其他配件。You can see the paintwork. Doesn't get any better. It is a beautiful wreck. 甚至名牌和图案都能清晰看出。现在这一记录被确认为历史遗迹，受到南极条约的保护，为以后的人们保留珍贵的精神遗产。海豚是这样的，在一个令人心碎的转折中，海豚欢快的天性被残酷的命运所掩盖。这些温和的生物被纽芬兰海岸线上无情的冰困住了，他们发现自己被困住了，压力很大。Get wounded when they come into shore like that and get beaten up against rocks, and that Arctic ice is pretty bad. 带着一种紧迫感，救援成员团结在一起，争取尽可能的去这些拯救搁浅的海豚。There were so many of us. There were guys driving ATVs. There were guys out in the water.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还是苦乐参半。虽然有几只幸运的海豚从冰冷的冰层中获救，但大多数海豚都无法触及，他们的脚被无情的寒冷封住了。虽然被预测为悲惨的情况，但在救助海豚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把每只海豚扶在一边，为它们清除气孔上的冰，使它们能够呼吸，就像在聚会上讲述的温暖人心的海豚故事一样。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冷冻的遗产。地球上解冻的永久冻土层揭示了许多非凡的过去的遗迹，比如地球上保存完好的冰河时期阿拉伯熊的遗骸，被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驯鹿捕猎者发现。科学家们惊叹于熊的原始状态，注意到它清晰可见的鼻子、牙齿和内脏。这种生物被认为是棕熊的古代亲戚，棕熊的现代后代遍布全球各地，可追溯到22000年至39500年之间。这只阿拉伯熊的木乃伊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发现，在科学探索史上是第一次。糟糕的困境。2016年，在一个平静的冰上钓鱼日，两位年轻的垂钓者被一个意想不到的景象吓了一跳。在前面冰冻的雪地下面，他们看到了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卡在里面，所以他们起初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走近一看，他惊讶地发现一头雄伟的裸鹿，他的身体一半被冻在冰冷的深处，就像一半被困在冰里。他的脖子和脊柱在冰冻的水面上扭曲着，他似乎是从湖中的悬崖上摔下来的。我敢肯定，在绝望的求生中，他掉进了冰里，然后被困住了。尽管他恳求的目光没有得到援助，他仍然被困在冰中，最终成为冰雪中无情的受害者。南极洲的秘密洞穴。
曾经被认为是极度贫瘠的南极洲，最近的发现表明，南极洲不仅仅是一个冰冻的荒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学家们在那里的活火山附近偶然发现了巨大的洞穴系统。这些被火山蒸汽加热的洞穴可能对各种生命形式来说足够舒适，但在2019年的阿拉伯山探险期间，研究人员研究了苔藓、藻类和一些科学家尚未识别的神秘生物的 DNA。 首席研究员卡丹·弗雷泽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你知道吗？有15个南极洲的活火山，如果每一个都有这样的洞穴，谁知道我们会在那里发现多少未被发现的生物。冰冻的服装，冰冻的裤子竖立起来，看起来像一个人，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好笑。对一些人来说，在这个以冬天寒冷而闻名的明尼苏达州，居民们发明了一个独特的冷冻衣服的想法。他们把衣服浸泡在水里，把它们变成坚硬的结构，制造出一种站在雪地里看不见的人的错觉。他们只需把裤子放进水里，然后再拿到站立的地方，只需几分钟就能让它们冻结。很显然，这一奇怪的现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许多人们的关注，促使同样寒冷地区的人们开始了这个热潮。就以明尼苏达州的温度来说，这些直立的裤子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春天。它证明了人类的创造力，也证明了人们对严冬的额外兴趣。长毛犀牛虽然被埋在地下几千年了，但在2021年发现时，还能明显看到这个长毛犀牛的身上有着它的皮毛。这个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发现的小长毛犀牛被研究人员起名为萨沙，它非常古老，大约有10000年的历史。这是他们发现的第一个最完整的标本，多亏了冻土层，它的形状保存得很好，你完全可以看到它的脸、耳朵、眼睛，甚至牙齿，而且依稀还能看出它突出的脚。它重约60公斤，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如何死亡的。现在科学家们要做一些技术测试，来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巨大的地懒碎片，接下来是另一件令人惊叹的古代艺术品。洛杉矶的建筑工人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废墟中挖掘地铁线路时，他们发现了许多骨头。它们到底是什么呢？考古学家确认它们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灭绝的地懒。之后卡特·埃文斯与考古学家一起对多年前漫游的史前哺乳动物的骨头进行了挖掘。从外表来看，虽然与树懒很相似，但实则地懒更为巨大。不仅如此，除了令人着迷的树懒骨头，挖掘现场还发现了其他哺乳动物遗骸的碎片。有了这些，可以让我们继续探索当时期的这里具体会发生什么，想想都令人兴奋。神奇的冬眠技巧，这种青蛙住在北美森林舒适的角落里，这是一种非凡的小型两栖动物，它们有着叹为观止的冬眠技巧，而它们就是林蛙。这是一种将冬眠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的迷人生物。当其他动物寻找庇护所和洞穴时，这个冰冷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小冰块。这听起来可能很可怕，但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尽管外表冰冷，这只聪明的两栖动物进入了一种神奇的假死状态。它身体的70%都变成了固态冰，心跳变慢，呼吸变成了微动，消化系统也暂停了。但就在你以为我们这位冰冷的朋友已经落幕的时候，春天来临，就像魔术一样突然降临了，林蛙又弹回它们活泼的样子。银河之谜，这是在犹他州湖中捕获的奇怪食物。一段视频也暗示地外活动的景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正是这两个男孩在结冰的湖面上偶然发现了一团神秘的东西，它以一个大约直径3米的冰圈的形式出现，四周被小孔包围，从它的中心发出另一种世俗的光芒。出于好奇，他们用手指戳了戳它，发现它有着像一根黏糊糊的棍子之类的触感，
然后把它戏称为冰冻外星蛋。随后这段视频迅速走红，观众们纷纷思考这些蛋的起源，以及它们可能属于什么外来物种。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只是自然的冰冻现象。然而真相浮出水面，揭示了这些正是被称为外星蛋的东西，实际上是杨百翰大学一名学生的艺术项目。虽然揭开了背后的起源之谜，不过这个项目的重点是让人们思考，他确实做到，也许这正是创作者想要的效果。受害的鸭子一家。两年前的三月，荷兰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冻，导致许多水道一夜之间凝固，其中有一条运河迅速变成了一片冰。一只母鸭不幸被困在冰冻的表面下，留下的是鸭爸爸和他们刚出生的小鸭。才出生几天，一家人又困惑又害怕，站在脆弱的冰面上，直到一群路人发现了他们。他们迅速组织了救援行动，用捕鸟网拯救了小鸭，让他们在他的衣服里保持温暖。在充满奉献和同情的一天之后，全家人在这个人温暖的行动下找到了避难所。冰冻的动物。冬天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尤其是对那些必须经历这个季节的野生动物来说。这起事件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当时气温降至了-53°C。虽然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有许多暖心的人救助了许多被困的动物，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还是许许多多无法数清的动物正面临着他们的生死劫难。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期的节目的精选内容。2023年，这是一位登山者在冰封的山峰上迷路时偶然发现的。他立即联系了当地官员，官员随后带着尸体进行了仔细检查。虽然研究人员还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但观众们相信，他们把一个几百岁的老人冻在了冰里。人们相信，也许古人在尸体上放了一些特殊物，以防止尸体腐烂。同样的事情也吸引了藻类，但由于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明，所以它可能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但你知道这期间我在想什么吗？这具尸体是怎么躺在雪床上的？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最震惊呢？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冰中发现吗？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分享。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